翻越高山，乘坐夕阳，城市天香，人情相弄，小主播到你家。想不到今天起了个大早出外景，还有这种泡脚的福利耶！对呀、啊，我一听到可以来礁溪，第一个想到就是可以来这里泡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常来吗？和我爸爸是苏澳人，所以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带我还有弟弟来阿嬷家玩，然后有时候就会跟家人一起来就是泡温泉。那你呢？我是有的时候我会去外澳学冲浪，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来泡脚。哇、哦，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温泉可以泡呢？还是会有什么温泉美食呢？说到礁溪啊，我们想到的不是泡汤就是美食。正当我们满脑子都是温泉之旅的美好想象时，顿悟卡出现了。哎、欸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花？什么花？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要好好。那可不可以请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花？不懂啊 ，I don't know。我知道为什么。不知道什么花，不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本地人。嗯、叔叔你好，我们是大爱电视台的小记者，请问您知道这个是什么花吗？弟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、好，那谢谢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再去问别人。张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大爱台的小主播，那可不可以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花？啊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去问别人，我们再去问别人，走。好棒，都问不到哎，这里都是游客啊！我想到，啊、我们就是可以去那个、啊，就是那个，那个，对，那个，哪个？就是那个，就是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啊，哦，游客中心，走走。你好。嗯，我们是大爱电视台的小主播。对。那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花？对，这个。哦，这个是金盏花。哦。金盏花，那它看起来像什么？金盏就这样，有圆圆小小的这样子。哇、哦，那吃起来的味道如何呢？都甜甜酸酸的。是，来。那请问，如果我们要获得更多的线索，我们可以去哪里呢？来，过来这边一下。我们这边有地图，我们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嗯。对。然后你们可以到这个金盏文化馆这边。有更多的资讯哦，好，谢谢哥哥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今天的任务主题就是宜兰的特产之一——金藻。金藻喜欢生长于潮湿多雨、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上，而宜兰正符合这样的条件。全台有90%的金藻都来自宜兰，其中又以礁溪林美村的种植面积最大，看来没错了。我们接下来要拜访的这位朋友。一定就住在礁溪林美村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哎、欸，我也这么觉得哎、欸，因为园区啊。好，请问这里就是金藻园区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们应该就是小。对，我是娜丽。啊，我是婷佑。我是佑成。Hello。那请问这个是你的家吗？不是，这是我阿公工作的地方。哦。有佑成，我们宜兰此行的第一位新朋友。家住在林美村，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从金藻园到加工厂都是他儿时游玩的地方。那金藻的产期大概是几月啊？差不多二月底吧。可是现在都已经过寒假这么久，还会有吗？有，我们要去找找看。好，走吧。佑成说他平时都是骑脚踏车去金藻园的。我和婷佑想也没想就说要一起骑，结果比我想象的远多了。快到了吧？很美。
该快到了吧？可以吧？还没，还在前面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！哇，终于到了！和马路上的喧嚣不同，一转进往金枣园的山区小路，四周都安静下来。远远就看见树上一颗颗黄黄绿绿的果子，我想那就是金枣了吧。佑成，你可以跟我们讲这要怎么摘吗？稍微转一下。然后再拔下来就比较好拔。那柚子啊，像这种绿色的，它可以吃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没成熟，比较酸。那是要哪一种才可以吃？这一种。等一下，我这一种比较健康。擦一下，擦一下。连皮吃？对。我还没讲完。我是说甜的。我还没讲完你就直接吃了、欸，我还没讲完嘞、欸。很酸。怎么吃呢？就先咬一半，然后先把汁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汁是酸的哦。哦，佑成，你早说嘛！我这一口塞下去啊，酸的我整个脸皱得跟包子一样。是廷佑你太心急了啦，话都没听完。原来内行人的吃法是要先咬一小口，把里面酸酸的汁液挤出来，就可以尝到香甜的金枣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刚才的不算。我现在抓到诀窍，要正式开始吃喽。我是小记者娜丽，我们现在在佑成家的金枣园，然后两个男生又在偷吃果子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样子吧。你要吃吗？怎么会有冲天炮啊？哎，佑成，为什么这里会有冲天炮啊？它是拿来吓猴子的，因为猴子会下来吃金枣。这里有猴子哦？有啊，只是现在看不太到而已。那我们可以玩吗？哎，等等，那丽，你真不愧是张大胆耶！一看到冲天炮就说要玩。一开始我原本是躲最远的那一个，谁知道一只咻的一声射出去之后啊，连我都玩上瘾了。哇哦，好玩！再一只，好好玩哦。哇，好玩啊！好厉害，好酷哦！哎，这只已经拆好了。放鞭炮真的是太好玩了，我看来再这样放下去，全山的猴子都要被我们吓到搬家了。不行不行，你们两个男生别玩了，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呢。阿公，你们几大？我拖金做来生呀。哦。拖金做来生盐啦。是啊，像那样，就是腌制。哦，那是冰吗？那不是冰，那是盐。对。盐呢？哦。会。哦，这好重哦！阿公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你每天都这样搬吗？今年74岁。好厉害哦！每天这样搬哦？没有每天啦，就是产期的时候啦。佑成阿公说，金枣的产期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3月，这4个月就是他最忙碌的时期，几乎天天都要进工厂工作。这些青绿色的金枣不适合直接吃或做蜜饯，就拿来腌制。之后经过晒干、调味、研磨，做成金枣茶。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，没有机器的时候是用人呐、啊，用人用切的，摇一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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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换人扒下去。哦，这是要做蜜饯的了。哦，这恰刷哈，这恰刷堵了。加了一大桶糖下去。这蜜糖金枣果然名副其实，为了不让糖水发酵，每天都要在这大缸里煮。看那里的架势，好像真的会煮出什么神奇的东西一样，好像女巫的感觉。那莉女巫出现，这是什么魔法药水？一锅金枣药水。金枣药水，
哎、欸，那幼橙啊，因为我听说蜜饯好像可以放很久，那会不会加防腐剂这些东西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用麦芽糖跟糖下去哦做出来的，对，就比较天然，可以放比较久。哦，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拿来吃。后来阿公有补充，因为加了盐或糖之后，能降低蜜饯里的水活性，细菌自然不能生存，当然也就不用加防腐剂了。经过加工之后的金枣，酸味都不见了，香香甜甜的，超好吃的。原来在传说中，蜜饯代表的就是甜蜜的饯别。相传古代女子在心上人出远门赶考、当官或做生意的时候，就会自己制作一小包蜜饯，希望心上人吃下这些蜜饯时，能够想起在遥远故乡等待的情人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手上这些新鲜的金枣该怎么办呀？阿妈，你这是我拄啊从山顶遐搬落来，你创迄个正常迄个弟弟迄个给我吃好不好？好，阿妈吃。一粒啊。伊伊爱摕来切做饼，爱一粒爱切做四块，拿进来一点，拿进来一点，哎、欸，好。第一次切金枣，圆圆小小的，还真不好切，不会跑掉。幼犬阿嬷一直很担心我们切到手呢。再切。幸好接下来的步骤就安全多啦。我怕切，要加糖是不是。对，嗯，加一点点糖，看你金枣有多少就加多。梅子放两颗，我、哦、要搅拌。今天做的要放在摆在冰箱冷藏，哦、明天拿起来拿出来吃才会好吃。对，感觉好好吃哦。嗯、阿妈说，一开始人家教的只有半糖吃，后来她又自己试着加入了酸梅调味，想不到大受好评。现在做好了，给你们带回去吃。谢谢。现在做的比较好吃。哎、欸，那我先偷吃一个。嗯，好好吃哦！今天来来这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我一开始没有想过一种水果金枣就有那么多种形式，像是金枣茶、蜜饯，然后还有金枣蜜。而且我觉得幼橙他人也很好哦。一开始虽然他有点害羞，可是后来他就变得很健谈，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然后他的爷爷也是74岁了，还在搬那么重的金枣，我都快搬不起来了，他一定很厉害。没想到礁溪这么好玩，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。其实我来礁溪有很多次，然后其实每次都是来就是泡温泉，然后也没有了解这里特色。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吃到金枣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有摘了很多，然后还有放冲天炮。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敢放，因为我觉得很怕烧到手还是发生什么，但是后来放一放就觉得哦好好玩哦。然后如果以后啊，我有在商店看到金枣这个东西，我也希望可以把它买下来，然后跟我家人一起分享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心得。哦，我们今天金枣吃太多了，我嘴巴好麻哦。对啊，我现在嘴巴真的是，而且你看我的口袋还。这两杯金枣茶请你们喝。谢谢。你觉得我家好玩吗？哇，好玩嘞。好玩的。那你以后会想要做这里，像是像阿公那样吗？会。就是因为阿公可能以后会退休，哦，所以你接替他，精神这样延续下去。想不到幼橙已经有继承家业的想法了。他说自己从小看着阿公阿嬷辛苦的样子，就很希望赶快长大可以帮阿公阿嬷的忙。在金枣茶的香气中，我们跟幼橙的阿公阿嬷道别。不过我们的怡然行还没结束哦，下一站又要去哪里呢？我们又来到宜兰了，耶、yeah! ！停哦，结果，换我玩。好、啊。赶快，在导演来给任务卡之前，我们先玩。好，走，我们要去玩一次。宜兰，我们又来了。上次来宜兰尝到的酸甜金枣滋味，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。不知道这一次，我们又会在宜兰遇见什么惊喜呢？谢谢，这是
主角在好吗？根据我的推理，还有导演之前啊有让我们做就是歌仔戏的那个功课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跟歌仔戏有关的物品。我也有去查，好像宜兰这里就是歌仔戏的发源地，而且有第一所戏剧博物馆，搞不好去那里就可以找到线索。来了来了，颜色不太一样，会不会不是？再找一下，那我们再往下。哎哎，我这个到底是？哎哎，这好像是哎，是这个吗？对。哎，小朋友，听说你们是在要来宜兰采访歌仔戏的哦。嗯，您好，我们下一电视台。我是廷佑，就是我们是因为这一张图片来找到这里。那我们刚刚就是有看到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叫做烘烧啊，烘烧，对，那个是台语的发音哈，烘烧，它是那个我们的宜兰的这个本地歌仔头上的蛋角的一个装饰物。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这个烘烧哈，还有这个本地歌仔的一个线索的话，哎，你们要不要试着挑战一下，来做一下烘烧？好啊。接着我们要左边四折，好，左边，这边，我们折四折哈，好，这样子，对。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亲手做了烘烧，那个丝绸又细又滑的，好难弄。还好有老师的帮忙，把我们歪七扭八的烘烧也整成了这么漂亮的样子。这下子烘烧完成了，终于可以跟老师问线索了。歌仔戏的发源地，因为文献记载都是在这个地方发源的哦，那就是宜兰县的圆山乡结头份这个地区。好，谢谢老师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好，耶！根据郑老师给我们的线索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歌仔戏的发源地 get 他婚。导演说，我们头戴的这个红梭，就是认识新朋友的秘密代号哦。可是新朋友会在哪里呢？好期待哦！嗨，你们是大爱台的小主播吗？对，我是娜丽。我是廷佑。我是同乐国小四年级的文心。我是同乐国小三年级的雨萱。欢迎您来给桃婚。这次认识两位新朋友，是高挑的陈文心和小巧的骆雨萱。两个人都是同乐国小创意歌仔戏社的成员，接下来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发现歌仔戏的魅力吧。哎，那雨萱，你可以跟我讲这一棵树的故事吗？可以啊，这也是 get 他婚短球公，它已经1000多岁了。它是家东树，学名叫做重阳木。以前日本人在这里藏飞机哦。啊，藏飞机？这里要怎么藏啊？可以啊，在树荫下藏啊。哦，哎，那跟歌仔戏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是歌仔戏的发源地啊。在100多年前，有一位叫欧来柱的先生在这里弹唱。后来有一群人就把它演成一出戏。以前啊，这不叫做歌仔戏哦，它以前叫做落地扫。落地扫就是先把树叶都扫干净，然后用4根竹竿围起来，做成一个舞台，一群人就在这里面演戏。后来才慢慢变成歌仔戏哦。原来这棵树这么有来头，在它千年的岁月里，不但经历过战争，还见证了歌仔戏的诞生。而结头份社区也因为这个渊源，自主发起了本地歌仔戏班，以不负歌仔戏原乡的名号。哎，玉炫，歌仔戏在你们这里很流行吗？对啊，星期三的晚上就会有很多叔叔阿姨来这里练歌仔戏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姨叫我们先去洗菜。那里还有菜，你们去拿吧。好。哎，那洗菜不是在家里洗就好了吗？干嘛还要来外面？我们还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的地方很特别，它是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洗衣厅。原来这就是有100年历史的洗衣厅哦。对啊，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玩水。不过去洗个菜，文心他们却带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。原来这洗衣亭也是有历史的，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这里就是供给人们生活所需的水源地。
里面的水超清澈的，还看得到透明的小虾呢。洗好菜之后，拿回社区厨房，就看阿姨们大显身手。我们也趁机打听一下，下午要学唱的戏。那我们待会要演什么戏啊？桃花过渡，那内容就是桃花要过河啊，他跟渡公在船上发生一些很好玩的事情。我们边吃边聊下午要学的戏，想不到宇轩他们居然要求我们反串。我是不知道那莉怎么想啦，但我相信我扮起小蛋来啊，一定很美的啦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化那个女装一定非常的漂亮。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妆呢？你们准备好要学歌仔戏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当时要化的妆吗？没错。然后这是女主角的道具。谢谢。这是男主角的道具。接过道具和稿子，终于要正式开始学戏了。那莉男主角的动作很大，算是好学的。旧胖酸头单台棍，这个手不要咬。单台棍，你要船上吃饭，你就手感觉是拿一个碗的感觉，然后拿筷子夹崩，然后船上水换脚。脚先踩在这里下来，然后右脚这个左脚在后，然后睡脚。女主角又是身段又是走位的，光是转扇子就把我弄得团团转。不过身段不够完美没有关系，扮相够美就行，赶快来化妆吧。我是体豆白，今仔日我要来唱歌戏，恰了。我们今天的表演是仿照本地鸽子戏落地扫的形式呈现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展现鸽子戏发展初期的原始样貌。不过还是请宽官们忽略我和庭佑的表演，看看文馨和宇轩的专业演出吧。那安内就来呀。表演其实只是赶鸭子上架，因为我们才练了一个下午，加上庭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因为天气太热，然后他的头又绑得太紧，所以有点中暑。不过我们还是很开心能学习到这个传统艺术，我们都觉得他的化妆还有服装都很漂亮，而且曲调也很优美，希望下次我还可以多认识一些。水鬼拖起啊，伊都无神魂啊，伊都哎呀落地海咯，哎呀落地哎。